我是鼓手真。我是吉他手月。We are Thrash。4月6号，我们乐队将推出一首新单曲，新单曲的名字叫《Reborn》。这是我们复出之后的第一首单曲，我们非常的期待，希望你们喜欢。这次乐队复出，很期待，就是我们能，就是各种的演出，然后去世界各地，然后和你们见面，然后把我们的东西跟大家一起分享吧。对，因为我们很长时间没在一起合作了，这回在一起非常的高兴，然后特别的激动，都是兄弟嘛。然后希望能很快的去国外演出，和国外的喜欢我们音乐的人早点见面。嗯，这回乐队重新走到一起，我们非常的高兴，然后推出新的单曲，对，走遍，希望你们喜欢我们的新作品，走遍世界每个角落，这是我们最大的愿望，然后挣更多的钱。我们的单曲会在世界上电子发行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，谢谢大家。如果大家想更多了解我们的消息和演出的安排，请上我们的官方网页 thrashofficial.com。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新单曲 Reborn。